现在我们来一个伊朗的海鲜餐馆，嗯，是用石头来做的。现在我们来一个伊朗的海鲜餐馆，来试一下这边的海鲜。上面这一家是用漆，下面这家看到没有，是用石头来做的，这家更传统一点。我们来这家看一下。I can feel the smell of fish. 给你们看一下菜单啊，但是这个菜单全是波斯文，所以看不懂。还有图片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托盘，然后上面放了一些蔬菜，然后各种各样的鱼，有什么三文鱼呀、啊，什么红点鱼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，看吧。然后我特别想吃的是章鱼，但是他们这里没有章鱼，就是这种很常规的鱼啊。好了，完了，一会儿我们看成品吧。第一个汤上来了啊，好像是鱼汤，里面有蘑菇。Thank you。这个是他们的套餐啊，都有面包的。OK, enough. Yeah, thank you.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鱼汤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是蘑菇。这是鱼，好像有胡萝卜，这个有点像胡萝卜。我现在真的是有点饿了，尝一口。嗯，兄弟们，它这个汤是酸的。It's still sour. The Iran people like sour taste. Yeah, sour and sweet. And sweet. 啊、oh, 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吃酸的。今天中午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酸的，晚上来喝鱼汤还是酸的。嗯，但是酸的很提味，就是稍微的有一点奇怪。哇，酸酸的。What's the sour taste from? 柠檬，柠檬。啊、哦，对。这里面放的是柠檬啊。Piece of lemon. 啊。Also barberry. That's the barberry. Also that it's sour. 他说这个啊。是什么什么梅？我没听懂。他说这个也是酸的，我们试一下。Yeah, it's sour and a little bit sweet. Sweet. Yeah. Second test is sweet. But first test is sour. Yes. 就刚刚那个水果，你刚吃进去的时候主要是酸味，然后嚼一嚼的就出来一丝甜味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挺奇特的。嗯。嗯，嘎嘎棒啊！烤鱼上来了，这上面还在滋滋的冒油啊。OK. Also, we can eat on this oven, but it's not safe. 番茄、薯条，然后鱼。嗯，这个酱我来闻一下啊，这是什么酱？嗯，闻不出来。嗯 ，Thank you。嗯，哈哈哈，你别说，现在拼上来，这一口还有模有样的啊！你看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什么都有。尝一下这个鱼吧。You like? I think you eat a lot of lemon. Yeah. 他们这边太喜欢吃酸的了。Special sauce. Okay.我尝一下他们这个特殊的酱啊，这个酱里面应该有花生，还有一些东西我实在是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啊，但是这个味道有点奇特，但这个鱼还可以，外表是一层很脆的，然后里面很柔软。刚刚问了一下，他说这里面放了柠檬，放了大蒜，还有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辣椒啊什么的。然后啊，刚刚这大兄弟告诉我说，这个辣椒特别特别辣，他已经把它丢在一旁了，他不吃了。我要来试一下波斯的辣椒到底辣不辣。酸的，又是酸的啊，酸的泡椒。嗯，有点苦，但不是特别辣呀。一般来说后半截都会比较辣一点，我吃一下后半截。还好啊，还好，不是很辣，就是特别酸。I feel it's not spicy, only sour.
他说他那个很辣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。反正我这个我真是觉得一点都不辣。这个又是酸的，他说是酸黄瓜。嗯，嗯，哦，你妈，好酸！吃完了啊，这一顿一共是320万，换算下来就差不多是60块钱左右，超级便宜。Cheaper than bazaar. Yes, yes. Also for quality, better than bazaar, I think. Not different. 嗯 ，maybe. 但是价格确实很好啊，很好的价格。Very fantastic day because I met a very good person here. Vahid, my name is Vahid. Vahid, yeah. And I hope everything good for you. All the best for you. Yeah. I hope see you again. See you. See you. Bye. Bye. And good night. Bye. Vahid, my name is Vahid. Vahid, yeah.